这里就是玉华洞的鸡冠石，很像一个鸡的鸡冠。今天张哥带我去啊，多谢，带我去这附近的一个景点去逛一下。哎，俺那些是哪样？就玉华洞。哦，玉华洞啊。对，玉华洞，江洛玉华洞。啊，中国四大名洞。张哥就是在这里面上班啊，这个江乐县总医院。现在我们到了啊，到这个景点的外面，我们是坐车在这里坐这个车，然后进去里面参观，坐这个摆渡车到玉华山那里。玉华洞要先买票啊，然后坐车进去里面。这个就是玉华洞啊。对，这个门票讲解的还有。原来俺们回沙子都可以自己回到一个景区，也有个停车场，现在都统一出来了。哦，统一出沙子去。对，俺自己出来了。之前俺带朋友都自己回沙子到一个停车场。哦，他沙子就够方便了。对，你再点。我们准备去玉华洞了啊。对。然后带大家去游览一下中国四大名洞之一的玉华洞。还看这个玉华洞地方有好长。应该有两三公里。哦，两三公里。估计有两三公里。因为走啊走两里，有几多少时。现在我们出发了。对。去玉华洞了。到那里那个放风景就漂亮。对，双层。你到那里空气的感觉不一样了。天然氧化的。它那清新附近，一定要到清新附近，要旋转的。对，现在我们到了啊，到这个玉华洞的后洞这里来了，这个玉华洞的入口，我们现在去里面参观一下，这个有讲解啊，我们买了这个讲解的耳机，我得检票，优惠免票，好，走了走了，是，好，那是车票，车票，哦，这里叫做天阶山，天阶山，然后玉华洞，对，我们准备进洞了。对，我们在这里要等一下啊，因为导游说差不多15分钟左右一趟啊，等一下。我们现在开始去参观了啊，擂茶，附近两边还很多擂茶。对，哇，原来有哈婆婆嘞，这里有一个玉华洞的简介啊。今天感谢张哥带我来这个玉华洞啊，玉华古洞。对，玉华古洞。这古洞应该也是很有年代的。之前徐霞客来过。徐霞客也来过。对，徐霞客来过。然后这个洞呢是中国四大名洞之一。然后之前的话就是张纪中版的西游记拍的电影。取景拍摄。哦，对对对。取景拍摄。对，西游记。等一下我们进去看一下。里面看里面的妖怪。刚才导游介绍说里面的温度是16至18度好像。前面这里就是洞口啊，等一下我们就走这里下去。现在我们开始进洞了啊，进洞了。哇，站在外面看这个洞都好壮观啊，好大的石头。前面这里就是进去了，这里走这个石梯。哇，这个洞还是挺高的。我们现在是从上面往下走，我们相当于在山上啊。对，这个白云。哇，站在这里看这个洞，很漂亮。看，有灯光的了。开始降温了。啊，降温了。一走到这个洞口里面啊，这里温度就突然就降下来了，很凉快。哇，这个洞真不错啊，不愧为中国四大古洞。哇，看上面的石头，哇，这个洞好大，而且全程是 2.3 公里啊， 2.6 公里， 2.3、哦、2.3 公里，很长。我们刚才就是从这边下来的，这里写的是白云洞。哇，好漂亮，这里以前拍西游记的地方啊，这里还拍过西游记。对，拍西游记。这里就是玉华洞的鸡冠石，看见没有，很像一个鸡的鸡冠。前面这里墙上还有好多这个水纹一样，应该是灯光照射出来的，在这里还可以拍照啊。这个洞口里面也很漂亮啊，哇，而且里面还有很多雾，看见没有，这个雾飘来飘去，非常凉快啊。这下面看着就像有萤火虫一样。这里还有一个西园洞，哇，这个洞口也很漂亮，大家看见没有，这个洞里面好多这种石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哇，非常漂亮。钟乳石啊，钟乳石。我们走这里去前面看一下，
哇，这上面有一个，看这些石头，很多年了，几亿年了。刚才导游说这个玉华洞以前都有两亿多年了，两亿年前这里面还全都是水，啊，这里都是纯天然形成的。哇，前面还有人在跳舞，看见没有？仙女。这里就是钟乳石啊，哇，好漂亮！哇，下面这个溶洞，这些石头都是纯天然的，看，以前经历过很多年岁月，才形成这个样貌。然后在上面走吧，我放开，上面那个镜头。我们刚才就是从这上面啊，这里走下来的啊，跟着这里，这个大自然的奇观啊，真的是鬼斧神工，看，特别是顶上的这个洞，看这些圆形的洞啊，应该都是以前水冲出来的啊。这里还有一个投影的视频介绍，大家在这里一起看一下。这个山洞还在滴水啊，大家看，好多水啊，刚才滴到我身上来了。哇，这里好多钟乳石，大家能不能看见？三米，一万年长三米也很大难受。对，哇，你看这三米这么大，这个看上去好漂亮，就跟一朵花一样。哇，大家看这里，这里也是以前水流慢慢流下来形成这种样貌的，好漂亮。这里还有一个海石花，哇，看好漂亮，这个石头非常的光滑，看上面还在滴水下来，哇，非常光滑，就跟玉一样看着，看，摸着什么感觉？很凉快，冰冰凉凉的。对对对，冰冰凉凉。这里面还有一条小溪啊，啊，小河，地下暗河，哇，这个水都像山泉水一样，应该非常的干净。应该可以直接饮用啊！这里有一个滴水穿石，看这个水滴了好多年了，石头都被穿透了。前面这里就是神笔马良啊，看这个石头是不是非常像一支笔？啊，神笔，这个位置看这个更像啊，看神笔马良，非常像一支毛笔，看。这边就是神笔马良的笔架啊，笔架。这一排就是马良画的动物啊，看这里像不像两只老鹰，鹰嘴、鹰头啊？看，我刚才看见这里感觉很深很深，结果很浅，因为这个水非常清澈啊，哈哈，应该直接喝都可以啊。这个不能喝，不能喝，因为钙含量很高。哦，超标了，矿物质超标了。对，哇，张哥摸上去感觉什么感受？很凉快啊。对，我也来感受一下，洗个手。哇，确实可以。哇，这个灯光照射的感觉很有意思啊！刚才我还以为走到一个通道里面，以为是玻璃通道，结果是这个灯光照出来的。旁边都是洞，啊，都是山洞。对，看，很漂亮。哇，上面也有灯光，龙宫啊，这个是，哇，非常漂亮。哇，上面应该是龙吧？这上面看上去好像一条龙啊。对，这是龙宫。哎，很像一条龙耶。对，这个地方就是龙宫啊，看这里有两个字，这里也很漂亮啊。看龙宫，哈哈，这里是龙宫。哇，哇，前面好多这个钟乳石啊。嗯。哇，好漂亮。看，这个洞现在应该已经很深了，应该好几百米了。看前面，哇，这个水都是流到前面的，看前面还有，不过这边就没路了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擎天玉柱，好高好高，看这个柱子，旁边就是黄泥洞啊，看，哇，我们刚才就是从这边过来的，下面时光隧道，哇，好呀，
这是40万岁的。这里有一个黄泥洞的介绍啊，距今120万年至40万年了，哈哈，洞底标高216米啊，这里。哇，这个洞顶好像一朵莲花，看这里好像长了一朵莲花一样，看见没有？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路线啊，看见没有？我们现在在黄泥洞这里，马上就要出去了。这里还有个果子洞，哦，这个啊、哦，很像水果是不是？对对哇，这个你们看上去像什么水果？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洞口这里还存了好多酒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哇，好多好多，这个酒喝上去肯定也非常好喝啊，在这么深的山洞里面，看旁边这么壮观，好漂亮这里。走到这里就快出去了，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山洞上好多这种白色的啊，这个，哇，看上去好壮观，哇，居然还有绿色的东西啊，这个纯天然形成的。好神奇，看就跟流沙一样。这里还有一个雷公洞，看雷公洞旁边的钟乳石也是很多年了，看这个好漂亮，看上去下面还可以进去啊。这里有一个雷公洞的简介，洞底标高207至209米啊。这里还有一个中国地图啊，看都是纯天然形成的，你们看像不像啊，就跟一幅画一样，很漂亮。这里有一个峨眉泄穴啊，看这个石头就知道以前这里肯定很多水啊，对，冲刷，对，水都是从这里流下来的啊，石头都冲成这样了。这里还有一个长河洞，哇，好漂亮，我们一起过来看一下。梯田、这个造型很像一个梯田啊，都是纯天然形成的，哦，好漂亮这里，哦，仙人围，仙人松，哦，仙人田，哦，对对对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真的，纯天然形成的长河洞，这里有一个简介啊，面积70多平方米，哇，走在这个洞口好爽啊，这里一直在吹风，哇，这里面好漂亮。再过去一点应该就快出去了啊！哦，前面这里就是出口了啊，出口了，走这里就是出去的路。玉华洞就逛完了，游览结束。对，非常漂亮，里面以后你们想看的话可以来这里面啊，来看一下，自己亲自来感受一下。哇，这里风吹得好凉快啊，好爽。这里就是洞口啊，出来了。这个雕塑应该就是徐霞客啊，徐霞客以前来这里面参观。他以前来探过洞，以前没有灯嘛，都是打火把。对，他想看看、啊、这里还有雷场。对，这个雷，对，拿一根，他想闪、这萝卜。来，我弟弟的时候当兵的嘞，看清。这边的雷场、这个雷场看着就跟之前在赣州的那边很像。赣州的雷茶应该是有味道的吧？对，我们这个是淡的，没有味道。哦，没有味道。是的，对，我们这个是养生的。养生的，10元。再闻一个。好，这个就是福建这边的江乐雷茶。对，我们品尝了一下江乐雷茶。江乐雷茶。对，江乐雷茶。第一口有点苦，哦，第一口有点苦，不过多喝几口就顺了。还好喝得来，很多人喝不来。对，里面加的全是芝麻的。对，芝麻是主料。可以。然后也会加一些那个什么青草啊、草药之类的酱火。草药。对，主要就是清热降火。对。现在我们跟张哥就出来了。对，玉华洞的出口了。对对对对。接下来我们去吃个中午饭。对。然后张哥下午还有。下午是对，要出去，别人就陪阿雄。然后游览一下玉华洞。对，今天非常感谢张哥。对，谢谢、啊。还请我喝这个福建的雷茶。体验一下，对。江乐，福建江乐雷茶。江乐雷茶。哦，福建有很多种。对，福建有很多地方，每个地方的雷茶都不一样。哦、这是我们江乐的雷茶，江乐特色的。对。这里就是玉华洞的介绍。看见这个石头没有？这个石头就是我们在里面看见的那个机关石的造型啊。啊，非常不错。你们以后有机会可以来这边看一看吗？我们现在坐这个摆渡车，然后下去啊。因为山下还是有点远嘛。
现在我们就到站了。到站了，我们准备吃午饭。好，我们去吃个午饭。我们又来到这座桥上了，哇，这条河分得非常漂亮，看上去。看，江乐县这边还是非常繁华的，交通啊这些都非常方便。啊，到这附近吃个中午饭。对，这里是江乐县的县城。哎，这边好热闹，这里吃饭还有水果啊，这个水果都是免费的啊，各两家店还可以啊。福建菜啊，粥麻婆，第一次看见这种菜啊，这个是豆腐，里面还有一个鸡蛋，还有肉，哇，下面是用这个火烤的，这个菜很特别呀，这个就是四川的味道。对，先跟张哥吃个中午饭。好，这个是荔枝肉，叫荔枝肉，荔枝肉，对，荔枝肉，荔枝肉，福州福州菜，福州菜，福州菜，对对，福州菜。这个是芥菜啊，芥菜那个皮蛋，芥菜皮蛋。哦，芥菜皮蛋，嗯，可以可以，味道好。嗯，这边菜味道确实好。家常菜，家常菜。鸭蛋牛肉麻婆豆腐，还有这个蓉城荔枝肉，嗯，皮蛋芥菜煲。现在我们就吃完了啊，等一下准备出发了。吃完了。啊，吃。怎么你中国破费了？不不不，应该。怎么你大概是更远？你这个啊，那平常你福建也没事。看高老师，对，你太亲切了。对，来到奶奶就好有亲切感哦。走吧，走走走。特别你出了那么十多年了吧，看高吧，搞了干哈？真也很容易。对，李先生，真给阿公再见了。对对，他是好同志。对，好。哎，好好，多谢多谢张哥。哦，送给茶，多谢啊！看张哥还送给一盒茶，送给冬茶。哈哈，那张哥还是你来买的哈？好，放心。哎，那走吧，走。好，那张哥买的。好，下次装。不热身，再见。好，好，装成都再见。装成都到时间联系啊。好，赶紧买六子哈。如果俺没事，就可以多陪你看了啊。对，呵呵，已经很好了，陪俺聊你了，嗯，好，拜托，好，好，走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好，接下来我就要往福建龙岩的长汀县走了，因为长汀县是我们的客家首府嘛，全程188公里，所以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福建龙岩市的长汀县再见。